阿妈，芝芝，爸爸想死你了，是不是飞机晚点了？是哥哥，哥哥在机场让我等很久的。为什么？大妈，你让我去给他买他最爱吃的芋泥香酥鸭呀，排队排了半个小时吗？那你不会早点去在那排队？就是。爸爸给你做了你最喜欢吃的清蒸鱼，你自己把行李拿进来，不能把它吃完。小公主回家，我就是长工啊。新年礼物，你喜欢的，你打开看看。谢谢。是个护手霜。嗯，还是女儿之心。我已经长大了。我的呢？这号。好看。什么玩意儿？不要，拿出去。丑啊！爸，你看这帅吗？好看。我就知道你的眼光。不喜欢。不喜欢。不喜欢。喜欢，发自内心的喜欢。我发自内心的不喜欢。你给我好好吃啊，而且哦，谢谢哥哥。墨镜还给我，不要白不要。看你哥，你那是。